Hello， 我是 Kai， 欢迎回来 Scrap Mechanic 废品机械室。那刚才在我进入游戏之后呢，不小心又弄烂了这个电梯啊，所以我又重新制作了一下，它的位置已经比较在旁边了啦。没关系，其实我主要今天是继续的在改造这里啊，我觉得是要改一改这里，比如说我可以先 try 做一个门吧，先做一个门也不错。这门其实我蛮大一些，如果我这样的话，还是我要小一点，可能我要小一点。刚刚呢就在学习这如何做一个 sliding door， 就是滑动的门啊。这个东西我可以show一show给大家看，也是一样用这个开关来做的，那就是基本来讲呢，就是依靠这个一直转来转去。那很多人都是一开始相信都是做最简单，是你放这个 bearing， 放了这个东西，然后就是基本的转动了。最基本我觉得是那种好像开关门，不是这种这样过来，而是就好像你门一样了。这个就比较好像先进一点点。那我也在同一个教学之中呢，看到可以尝试一个东西，我找一找啊，好像是叫这 sensor， 这个东西，这个是好像如果我不要那个什么，不要开关，可以放这个，哎呀，放错。我试试看啊，我不懂拉到这样远没有啦。这个东西就是它不要拉这里，怎样不要拉呢？还是我可以直接拉这里？哎，这个一定要拉掉，我觉得可能直接拆掉，然后 OK，可能是要调一些东西是吗？我认为是要调一调。哎，没有反应，怎样才有反应呢？这个好的，我尝试一下，可能这也是要倒转，或许是倒转的意思，就是原本的要去这样，然后这里这样，这个就回去也是180。 OK， 这里90，看一下 work 不 work， 不能了。它自动关门，哈，难道我走远它会开门？它应该是会 sense 的东西啊，就是会sense 到敏感度这样的，不过没有哦。好的，这个东西是要 sense 到你在前面它才会开，你看不太好嘞，这样很难 sense 的。如果我在里面要怎样呢？所以可能要再研究了，我认为。所以我觉得拆掉先，拆掉不要这个东西会比较好，用回开关吧。现在我要尝试的就是怎样去弄两边都可以开关。那刚才看了一些另外的教学，发现其实没有这样简单哈，比刚才的多了一些东西，也是要用到这个 sensor， 就是它会 sense 到有东西在它前面的话，这个门就会开。比如说我拆掉这个的时候它就会关掉了，因为它前方没有东西嘛，你加一块它就会开了。所以变成如果我要把它弄成一个开关了，开关的话这里要一个，然后我的要一个 controller 也是要多一个。等一下啊，这个能转吗？这个 controller 呢，它就是要连接这边，
连接这边就是代表我转它的时候，它原本应该要觉得是45度吧。OK， 我觉得是45这里吧。虽然没有 detect 到，虽然有点斜啦，不如就90啦。这样，然后当我开的时候，它就会转回了。应该是0啊，好像。试看。OK， 连接好先，不好意思。这样嘛，错了一些东西，这样也是要这样。OK。我关了，它就会开。就是这样的东西。然后呢？可是我要怎样在？我懂了，哈，我知道了。如果后面这里这个嘞，要嘞就要再做多一个，要再做多一个，变成我能不能直接在这里？不可以，我认为是，看一下啊，我现在是什么呢？现在是开着嘛 ？OK， 我觉得算是成功了。应该算是成功，因为我这样，我这里啊有点 short 了，有少少 short， 哈哈。这个不能啊，这个怎样它都不能，两个东西不可以连在一起用，要分开用，这样没有办法了。这个门呢，结果也让我花了一些时间啊，就是到底要怎样做两面，就是我要用这个显示啊，比如说我在里面的时候，这个会上去哦，好像刚才我解释的一样，它会关起来，然后我开就。这样下来咯，可是如果我在外面，在外面的话，这样聊，为什么关到？是因为这个显示它会转过去啊，它会转过去。可是你在这里不能在这里开啦，比如说你从外面进来，这样就它就不放声了。今天其实我也是在一直在计算那些方块，我要让它比较对称一点啊。那这里的话，应该就刚刚好的。接下来我觉得我可以尝试一些其他的东西啦，比如说我要放一些，该放什么好呢？我觉得可以尝试 metal， 看起来有铁的样子。可以吗？会太像吗？OK， 我觉得不错一下。可是这样的话会不会太小了？那个窗口，要不是就是，感觉有点小，或者是我做另外一层呢？好的，这里不对称啊，这边，觉得这边啊，没关系了。所谓对称不对称，平衡不平衡，我觉得也到此为止。这里的话就，我觉得可以当做另外一边啦。当做另外一边也可以啊。暂时我就照样的作为这个铁先啦，用回这个东西，做个小小个，不懂有没有玻璃，有玻璃也不错。可以做一个好像镜子这样啦，因为这里是厕所。那我总算已经用到蛮像一下的窗口，剩下另外一边啦，这里罢了，这里做埋它就可以了。马桶这边啦，哎呀。简简单单一个 logo，
Ketchup 就这样吧，就这样吧。虽然这里变了 PK 嘛，哈哈，我也不清楚。接下来想试试看灯，灯到底是如何的。哦，直接这样了吗？只是好像不太光了，装了也不太光。这个东西呢，其实它是拿来好像放在那些飞机啊，拿来飞的东西，让你浮起来的。那我现在当成装饰，不过好像有点奇怪，哈哈。虽然它有蓝色光这样啊，感觉就很梦幻，不过我觉得好像很危险的感觉，会给好像那个火烧到这样。到底要怎样？哈哈哈，不错啊，又想到了，我又想到了一些东西。这样应该够厕纸用吧？虽然好像很奇怪，好像很奇怪。那我刚刚呢，其实就想到一个方法，尝试了这个，因为它这个面积很大，刚好就好像可以挡着，当做一个墙啊。虽然它是好像隐隐约约的看到人家在上厕所，我觉得蛮不错的，有铁的东西。我总算完成了呀、猜猜我做了什么，应该看到了一点点吧。那刚才在我放了那个铁的东西之后，我又偷了一个想法，就是增加这个，把地面也变成铁，哈哈，你看非常的开放啊，现在非常的紧张啊，在这一个地方 air condition， 哈哈，竟然有冷气吗？冷气这样吗？哈，很四方的冷气，这样什么嘞？这个，哈，我都不知像什么了。这个桌子、椅子都做好了，那我就没有用原本那个椅子了。原本这个椅子呢，它是可以让我们直接坐的，比如说这个。就是在汽车上面你按一就能坐下去，可是这个东西不衬我们的这个颜色，不衬这个设计，所以呢我就用那个格子这样一个一个做了。其实这个铁呢，它不是方块来的，所以你要一个一个这样放会比较麻烦，好像这里方块木板就比较容易，你一拉就可以。这里我也是一个一个这样放的，怎么会僵的这边？为何会有 bug 的？当我站在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我好像会滑下去一样。刚才会的，请小心，会有不明的物品掉落，就是厕所了，哈哈，厕所，我们的马桶，所以在下面的人一定要小心一点咯。于是我们就放了这个非常适合的牌。那今天我觉得先到这里了，看起来是很空啊，还是很空，因为我也没有说扩展又或者是建造其他东西，主要就是门，然后就是室内装修。那接下来要做什么呢？大家也可以给我意见，哈哈，让我知道接下来我可以做什么，到底是要交通的东西，比如说车的东西啊，还是我继续去研究里面的东西。这个好像这个桌子啊，可能也可以做成变形的桌子，不懂啦，就是好像一按然后它会变来变去这样，不过要真的又要再想想啦。好的，先到这里，拜拜。